小马哥锁定了查尔斯的起手范围就是 H 和 AK，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，对手有可能是两招红桃啊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龙凤德州，咱们继续来看哈斯勒的超高额。那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，老魏庄位拿到一手 K 圈草花，三败做到1800，前口位小马哥圈六黑桃跟住，倒霉的 Dylan 一如既往的倒霉，今天晚上已经输光了好几次，不过他还没走。翻牌 A 勾十，给到老魏一条天顺，哦，这还是个皇家同花顺的听牌。转牌一张四，老魏翻后没有再打，牌力太强，不屑于下注是吧？而转牌看到两个对家还在过牌，这应该忍不住了，一点价值拿不到，转牌再不打合牌怕是没钱收喽。底是5000，老魏下注3700，他希望有 A 或者最差有勾的都可以跟住啊。迪伦看来是舍不得走了，迪伦还有后门的 Nuts 可以追，跟住。小马哥盖牌，那么来看合牌。并没有所转机啊，一张方片五，迪伦继续过。打不过一张 Ace， 打不过十勾，很多牌型打不过，能赢的只有一手 Bluff。那么面对老魏合牌的价值下注，迪伦该作何选择呢？底池13000，合牌老魏打了11000，算了，不跟了，今天已经输太多了。来看这手牌，迪伦拿到了一对 Ace， 先手加注到500。老于又是只读到一张牌，他这个位置应该是有点问题。老于的牌应该不会说太好。翻牌圈九五，老于圈九两对儿。哦呦，这个牌口袋 S 可能会有点麻烦。老于先打了500吗？老于应该是个跟注啊，迪伦应该是先动了。迪伦打了500，老于直接反加做到1600，这牌面反加。不知道会不会引起 Dylan 的警惕啊？转牌不重要，一张四。老于继续打价值，底池4500，于老板打了2600，这么疯狂的进攻，不能是一手，哎，有可能是一手十勾啊。如果真觉得于老板是十勾的话，那就出大事了。迪伦也没加注，继续跟注。跟注的话，如果考虑到对手是十勾，应该可以加注了。最终合牌一张十，十勾也是可以摊牌的。看于老板合牌过不过牌了，过牌也不代表他觉得自己落后啊。还是第三枪，直接打价值啊。底是9700。合牌于老板打了4100，连开三枪，要么是好牌，要么就没牌。Dylan 应该是个跟注吧，应该啊，加注，这让于老板反而担心起对手拿到圈十来了。那老于可不是吓大的呀，啥牌他都跟得动。迪伦这手牌确实是误判了，他觉得于老板是用一手一圈啊，开了三枪。接着来看这手牌 ，Charles， 这又是一张牌读不到，先手加注到600。迪伦还有小马哥都没有什么太好。哎，我靠，这两条天顺。Dylan 还有 Marano 全部拿到天顺，哦呦，这卡顺挺牌直接分出高下来了，坏了坏了坏了，小马哥现在他觉得自己肯定是领先的，打了2200，一旦 Dylan 跟住或者加注啊，这个底池会急速的扩大。
迪伦只是 call 下来，确实绝，河牌还是张红桃二，并没有对牌面产生任何的影响。迪伦还在过牌，这是一个过牌夹住了。迪伦希望对手是个超对，那哦呦，马哥又是打出满池，这要搁我应该会毫不犹豫的推出 all-in 呢，或者至少打上个20000左右。迪伦喊出 all-in， 这个夹住一下把小马哥给整慌了，本来都以为对手是放弃了，转牌跟住之后合牌都没动作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牌啊，在自己明显有好牌的时候还能推出来。不过只可惜小马哥是盖不掉自己顺子的，只能跟住啊。来看这手牌，庄位低了八九杂色，翻钱加注入池。老魏也是一手八九，翻牌面十勾勾，给到两人双头顺的听牌，一样的牌啊，但这是个公对面啊，可能也有那么点不一样的味儿。老魏先打了1500，低了跟住，即便是满池的下注，底池现在倒是不大。check check check。迪伦也是很随缘，而最终圈发出来了，顺子都拿到了。有没有个胆大的做点事儿？老魏先打了4000，这镜头没转。迪伦加注了13000，十勾勾圈是吧，十十圈圈，33，给老魏一个镜头啊。老魏这是想跟老天要个答案，跟还是 fold 呢？位置优势的价值一下就体现出来了。完了，感觉老魏扛不住了。老魏跟 Dylan 说：“我一手 full house。” Dylan 来了一句 ：“No good。”那不咋。直到老魏盖牌，他还在说 ：“Full house 不够好。”接着往下看，老于拿到一手 AKS， 三败做到2000。小马哥庄位六七草花，推出四败，四败想干老鱼那可太难了。而老鱼这一个跟注也变相暴露了牌力，很容易被锁定成一手一圈 AK 了。翻牌三四八红桃有两张，老鱼拿到纳斯花的挺牌，马哥这边卡顺挺牌，翻后决定操作老鱼。一下锁死了老鱼的起手范围啊，马哥这牌打起来好像也没那么难。一万一的坡，小马哥打了8000。虽然说有一年没看于老板打牌了，但是于老板的牌风那可是历历在目啊。老鱼加注做到25000，看小马哥是否会坚信自己的判断了。操作空间是有的，但是可能比较下本了。All in， 果然小马哥锁定了 Charles 的起手范围就是 A 圈 AK，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，对手有可能是两张红桃啊。马哥这势在必得的一枪打歪了。而老于也是敢打敢拼啊，直接跟住啊，大不了买个花，两次发牌能发出一张红桃我就赢了，对吧？而让老于没想到的是，他的 AK 反而是遥遥领先的，20000的底池啊，好久没见了。合牌一张老 K， 老于第一次稳稳的拿下，但目前他还不知道，他不知道小马哥手里捏的是什么。一张红桃 ，Charles 拿到了 Nuts， 20000的底池就这么被收入囊中。果然，面对老于，你开枪一定要慎重啊！于老板，有的时候他不盖牌啊，真的就是什么牌都愿意跟你打到底。
输掉一个大底池啊，小马哥也不是很开心。好，那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见。A rare massive misstep by Mariano. You rarely, if ever, see that from him. And Charles on the right end of that gift. Can you double check it, please?